来一波玩辣辣的活动，一波三种口味，螺蛳粉、孜然、老火锅，都是这种大片的魔芋齿毛肚，吃起来咔哧咔哧的，就像那条真毛肚。一大包里面有六小包，重点是整包热量半个苹果差不多，不仅有肉感，而且也不会给身体增加多余的负担。平时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像我一样凉拌菜的时候放几片，超解馋。快安排给你爱的人吃吧！要想女朋友对你好，让她萝卜吃到饱。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萝卜小菜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切好的萝卜丝撒盐，抓拌均匀，撒出水分，倒掉盐水，用凉麦开冲洗干净，记得要撞干水分哦。调料都打在屏幕上了，稍微有些多，但是这样子做出来味道真的非常好。加完调料用手抓拌均匀，今天我用的是青萝卜，口感更脆，也会更甘甜。吃不完的也可以像我一样装进密封罐里，放进冰箱冷藏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为喜欢的人做饭稍微麻烦一点，怎么了？锅底料可是个好东西，加入番茄可以让整锅的味道更浓郁更融合。蓝莓打底，倒出汁水，最后倒入透明的气泡水，再来点自己喜欢的配菜，喜欢吃香菜的一定要多加一点。这样的一锅你们能吃几碗米饭呢？鸡肉吃完了还可以当成火锅涮着吃，大冬天果然还是要来点热乎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你要是想吃莴笋了，你就像我这样做，做法不但简单，而且还是一道下酒的小凉菜，看一遍就能学会。新鲜的莴笋削去外皮，切成薄薄的厚片，放入碗中，撒上少许盐，腌制十分钟，腌出莴笋的水分，加入适量凉白开，清洗掉多余的盐分后挤干水分，放入碗中，加姜蒜片、小米辣、生抽、陈醋、蚝油、少许白糖、黑芝麻、香油，用我性感的小手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。酸辣爽脆，好吃又开胃，是不是很简单？赶紧收藏试做吧。鲜活的大虾去头去壳，再把青椒切断，从中间剪开。我这里是半斤猪肉的量，加入屏幕上的调料不仅入味，肉的口感也会更好。搅拌均匀后，往青椒里填入满满的肉馅，当然不能忘记他最爱的大虾。填好的青椒下锅煎，煎至微焦，倒入料汁焖上两分钟。我点的奶茶到啦，每月十八号是美团外卖神券节，有限量的十八元神券哦。现在打开美团外卖，搜索陈小景，有我送给大家十八元专属福利，下单超划算，详细的可以看评论区。清爽的青椒包裹着入味的猪肉馅，最后涌出一股虾的清甜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你们身边有特别爱吃鸡胸肉的人吗？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低卡鸡肉条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加入屏幕上的调料腌制二十分钟，煎到鸡胸肉表面带着焦黄，一把芝麻，一勺椒盐，孜然还有辣椒面，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解馋还不发胖的小零食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最近柚子真的很火哎，试试看我给你做的柚子茶。秋天的顺序是想你、见你、给你剥柚子，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蜂蜜柚子茶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柚子瓤的部分记得要去干净一点，要不会有很重的苦味。处理好的柚子加盐水泡上三十分钟，果肉像这样切就能剥得很干净。把柚子煮至半透明，加入冰糖，倒入清水，盖上盖子煮至粘稠，放凉后加入蜂蜜。天气慢慢变凉了，嗓子不舒服的时候来上一杯再合适不过了。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新种草的流氓一刻，他们家榴莲的品质特别好，榴莲泡泡有蜜汁的外皮，冰冰糯糯的，而且只用了榴莲，没有用奶油哦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生活在一起难免有一些小摩擦，重要的是该怎么哄好他。快让你的男朋友记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有了小溪姐姐奶茶机就方便多了。
自己做的奶茶更放心，不会有添加剂，也不会有奶精。过程真的很简单，珍珠用开水泡个五分钟就好了。在家也能实现奶茶自由，它还能一机六用，打个奶泡，做杯咖啡。你看像不像雪顶？如果想要健康一点的，也可以用来做个水果茶，步骤一样很简单。这下知道怎么哄对象了吧？其实情侣之间的幸福很简单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喝吧。你看是不是很像肉？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手撕杏鲍菇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把杏鲍菇去掉头尾，清水洗净，揪住一端撕成一条一条的。我觉得我喜欢你太轻浮，我爱你又太沉重，那我给你做饭刚刚好。配料表在这里了，要做好笔记。这个配料用来做油泼面也是超好吃的，爽口开胃，热量还低的手撕杏鲍菇就做好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有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，就像今天的菜一样，青椒上锅，小火慢煎，煎至虎皮状，有一点焦黑，用刀轻轻刮去表面焦的部分，调料的配比是关键，味道好不好就看这里了，倒上52下，让它们充分的融合，把它夹在馒头里。别看卖相好像不怎么样，但是味道好到我一次性能吃掉3个馒头。你要不要来一口？